乌拉拉那儿吃了个三合一，我今儿给搞个二合一，混合双打面。粉丝给我介绍一下哈，说叫鸭口面，哦，又是个棚户籍的，过来看看他到底要不要得。哎，都在杨氏超市旁边，吃了不？吃了哈。他那个给我煮个小面，再煮个炸酱，先煮炸酱，再煮小面哈。有点特别哦，他不加酱油，他加的是盐，无盐无味味，他盐来提提味儿噻。主要是你要体现两个炸酱的酱香，是不是哈？哦，你看嘛，好有考究。它出出那个味儿，不然你有酱油进去了，它就一个酱油味儿，一个酱油水煮那个味道，那是真正的匠人，晓得不？他能够晓得哪样食材配哪样食材做出来的东西，它味道好，晓得不？我第一回看到这重庆做小面不加酱油的，但是他没，虽然不加酱油，但是他那个，你看他那个炸酱，你给我看，他那个炸酱不得了哦，哇，好香哦，海哥，嗯，来来来。鸭口面哈，继鸭口烧烤火了过后呢，我又给你们找了个鸭口面哈，粉丝推荐的，看下怎么样哈。它那个炸酱像猪肉了。嗯，对了，它那个炸酱很香。他说的话，他是用，他是刀剁的哈，他不是机器打的。来来来，先整一口，全部是挂满了汤汁哈，挂哦，不是挂满汤汁，挂满了佐料哈。嗯。嗯。哇，好香啊！这面，嗯，哇，看起来没放好多海椒哈，哇，好嘛，我说的中嘛了，还给你加了片花椒，是不？嗯，哇，有点水平了，海哥，你看起来那个佐料哈，颜色不是那种很特别深，但是那个酱果味喽，嗯。嗯哦，三家和全家饿了噻的哈，可以可以。啊，老板，再给我煮碗嘛，再煮碗煮啥子？煮牛肉吗？煮小面呢？来，牛肉可以啊。好好，那就是再煮个牛肉。好好好，再整个牛肉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整。嗯，那个是也是面吃完做的多哇，哈，哦，一点都不给你剩多的，啊。往我可以烧个香啊！嗯，感谢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又遇到粉丝哈，来整。嗯，那面好吃，好吃好吃。他那炸酱煮得好哦，那个炸酱，那比外头煮得好多。他确实那个肉煮得好。我那个视频要是发出去哈，你们只要点赞，我都把地址给你们讲。我那个视频要发出去的话，估计老板那个店长就要找，反正还要喊脑壳大的工。哎，个人在那做，所以说你们还是不要来啊！哈，嗯，哇，那个炸酱真的好香哦，它那个炸酱啊，炒得像烧白那种味道，而且是真扒拉的烧白，我就舒服惨了，我想。哇，真的好霸道！那个烂牛肉就还吃那个，吃牛肉面是吃，因为牛肉是汤面，哈哈。来来来，那下子，那是牛肉加炸酱，看到没得？那个碗倒定了哦，那是混合面，二合一。乌拉拉那儿吃了个三合一，我今儿给搞个二合一，我那个叫混合双打面啊。哇，嗯，那个炸酱看起爽嘛？哇，那个肉看到没得？它是用刀剁的，来整，嗯。嗯，哇，老式红烧牛肉那种香味儿，哇，嗯，嗯，嗯，哇香，那牛肉也香，虽然说牛肉不是很大坨啊。上海的牛肉烧得特别香，嗯，那种老式红烧牛肉那种，哇，嗯，哇，
那一票炸酱啊，完全是增加了它的肉香，增加了它的风味啊。哇，那个二合一风格双大面，真的。反正它两种面各有千秋，那个霸道，那个红烧牛肉也可以，晓得吧？而且那手佐料也打得漂亮，不寒不淡啊。嗯，哇，爽！啊，牛肉特别滑塌，而且特别的香，哇！下回我再搞他小面，整那个炸酱和牛肉都中，都不错，非常 OK。嗯，哇，这儿那个肉，面和肉都吃爽啊！啊，外面炒中餐，中国的心，川渝的味儿，特色，老居民重庆味儿，哎。